几个？几个你叫得出来？还蛮多的哎、欸，很多。所以很常看到我。来来来来，这个念一下。这个我都叫哥哥每个都嘛是哥哥，你都要叫哥哥，每个都嘛是哥哥，对不对？我说哥哥。好，就是哥哥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小蓉蓉。小蓉蓉，那这个呢？这个真的好像不常看到。我以前啊。小镇啊、哦，小镇啊、哦哦，对对对，我以前常看到，小镇好，但是有一阵子没看。啊，今天我写啥？刚我出门过，那不知道名嘞。什么？阿红啊、哦，阿红，我哪里叫阿红啊？那写啥闺女啊？十几年有了，十几年啊、哦、哈，才十一年嘛，我离开就十一，我离开了十年哦，写啥？十年以上啦，对啦，对，我想讲十一年啊，你话。十年以上。对啊，就是我认识他很久了。你当初那我搁咧做秀场的时候，我阿红好，对不对？你带我应该我们那天有讲，我们大概十年没见面了，对不对？他十年无见面啊，你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够不？这些全部都是我们那个超级那个粉丝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我第一次见到哦。你是不是拢？你们有没有一个群组啊？无哦，啊无恁呐拢足厉害安尼，就是大家拢无，不是小玉的安尼哦。哎呦，你拢生哦，还小我一百。过去一生安尼哦，拢生安尼哦。其实我知道了，都有在 follow 我们那个，譬如说，哎，猛攻哦，来问我们一下执行长啊，咱平常。我们就真的是厂王嘛，对不对？不怕人家知道，我起码在来在这国乐，你敢不知道？对不哈？哈，你们都是一群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是套的都是懂的，你无懂无牌。其实说真的啦，恁桥都拜吼，四界吼，安尼去看节目，晚上的时候，暗时。一定爱注意安全，然后一定好、哦，我刚刚好提醒大家，晚上的时间哈、哦，一定要穿那种反光的那种，对，那种外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荧光的那种暗时，你们一定要穿那种出门，因为你较常在暗时出门，而且你拢吼等人收啊，比如说节目结束的时候，大概都十点半，真正有较晚一束啊，啊较晚的时候吼，生态所在路较无人，啊车拢会开较紧。好啊，所以你们如果恁有穿那种那个背心啊，或是那个外套，一定要有那种反光，哎，等会烧了也自己发光的那种，好不好？对，一定要穿那种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安尼对家己较安全。啊，若无你会当安怎嘛？你若在咧做孙女的，义工的、义警的有无？哎，你著甲穿出来，也是做那个消防的，知无？对，那个都有反光的那个条啦。对，不会掉啊啦吼，咱车的电话一定要充足，会记的。后壁电话吼，若有歹去，一定要甲修理好势。对，因为我真的曾经吼，老实说，就这阵子而已。啊，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的粉丝很年轻，哦，就是因为安尼啊，有一点小小的意外安尼吼，到现在是还好，现在已经很恢复得很好哈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说谁，好恢复得很好啊，对啊，希望说他可以就是，所以我们真的哈，因为我们也是你们帮我们当朋友，我嘛是把你当作朋友同款，啊嘛希望恁会当好，就是自己的安全一定要好好的哈，那个好好的那个是自己一定要家己爱修照顾家己安尼哈，好来英雄爱的关系爱的小叮咛呐，好谢谢好保护我们自己哈，那阿哥来要来唱什么歌？爱无卡纸。来，爱无卡纸，这是咱苏有朋的歌曲哦。来，共同欣赏，谢谢。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
曲的歌曲《爱都不够》，还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来自我在座的好朋友，希望今天大家能够趁兴而来，趁兴而归。谢谢。幸福一日春，二日春，代代子孙好子孙，祝大家生下家平安健康，大赚钱！谢谢大家，都是你们的，都是。